你是不是常被问到这些问题？这个画风你有办法画吗？你主要的画风是什么？你能不能换一个画风看看？甚至怀疑过自己，画风是不是已经被定型？想过要尝试，但又跨不出下一步，犹豫之间却错过了许多好机会。这些怀疑或问题，我其实都碰过。我是胡瑜，活跃于法国的插画工作者。平时替许多国外知名品牌的宣传，绘制过各类插画。其实每次的合作品牌风格都不相同，但我总是能运用拆解、重组的概念，让自己的画风突破限制，完成一个个让客户满意的作品。其实跨出这步不难，在这门课当中，只要跟着我一起，学会一步步把作品拆解、重组，反转平常绘画既有的思考模式，就能让你以后在面对各种风格挑战时不再手忙脚乱，也带给自己未来接案的机会能有更多无限可能，跨出每个挑战中崭新自信的一步。